天是10月9号，然后大概下午3点多，然后等一下呢要直接去台中找马嘉欣。那因为呢，就是距离车子的时间大概还有1个小时，所以我就决定要去肯德基买蛋挞。我超爱吃肯德基的蛋挞。买完以后就去休息区，边吃边剪影片，带蛋。要外带一个肯德蛋挞。他的家了，没错，舒适的家。好，我们先去吃饭，拜拜。Go！ 你戴全罩式安全帽很帅哎，本来就很帅哈。可是我今天长得超丑的，我今天完全素颜，因为我今天睡过了。还敢说不会啊？很嘉欣带我来吃慢意大利面。那店没电了？啊？那店员没电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厉害的，就是我第一次遇到意大利面店可以有那个3种饮料，还有我可以喝的饮料。对，有你可以喝的，很棒。甘蔗柠檬。好酷！好像那种大卖场，然后你买东西就有一个运输袋。接受度就很高，因为它珍珠吃起来很像那个抹吉耶，珍珠是吧？至少不是那种硬的，也是。你忙？我看珍珠真的很像抹吉。等一下要回去看，看那个叫什么辛普森哦，还有另外一部啊，看看哪部。青蛙公主、啊。不是啦，那个老板不是人。哦，对对对。上班。我是动物园里面倒数第二个来陈嘉欣家的人，就是妹最后一名，没错，耶、yeah! ！太过分了，小心他毕业你都还没有机会来哦。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喜欢小熊维尼，康成宇他就想取代你，你看小熊维尼，然后他手机可以小熊维尼，手表也是。因为小熊维尼就喜欢我啊，还硬要穿黄色，自以为小熊维尼，他是晒黑版的，没关系，康成宇你是干净版的。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房间好不好？嗯，好吧。你耳环真的很夸张，而且你的耳环品味真的是我不能接受的那种。怎么样？我的耳环品味怎么样？请问是算干净的那一种？废话，我本来就是干净的人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这个 Elmo 还在耶？对啊，哎，说到 Elmo， 这里还有两只是耳环。哎、欸。是耳环，对啊，很浮夸吧？你看他品味就是很怪异。怎么样？那我怪很赞，好不好？人人都我喜欢这一只。
这一只。对、欸，你看我的拖鞋很 Q 吧？哎、欸，冬天真的会穿这个哦。冬天会啦，但是也不长啊。然后这全身镜就是要拍一下今天的 OOTD。哎、欸，这是洛梨吗？对啊。你这是刚买哦？没有啊，买两三天，洛梨很鸡巴，要等很久它才熟。你小心黑在里面。不会了。然后这是那卡夹吧？对啊，那个草莓跟那个都是。你去那个日本买的、哦？那个草莓的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很大的是。哎，你也有 IKEA 猪？也有一只，但它看起来不受伤。这是 U 林送的哦。啊？哎，你自己好好说话哦。我现在在录影哦。没有说。我很开心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要在那边挑拨，就是小熊维尼，可爱，它很好抱，因为它这里有那个凹下去，所以每次抱就很舒服。它脸有那个什么曲线？对，然后这是妙妙猫，这同一家买的，然后这个超爽，你知道这个知道怎么用吗？就是你平常垫一个这个，你会觉得哦。腰有点没有支撑、yes. 你的脖子有点没有支撑，就加上一个这个你的妙妙猫，没错，这看电影的时候非常的棒，你就躺在这里，然后你的饮料可以放在这里或是那里，欢迎大家，太棒了、欸、你房间真的看了觉得很可爱，就是很温馨，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来给你介绍，好好，你继续介绍，还有一条是史努比的毯毯，是不是很 Q 啊，他把他的史努比毯毯是干净的还是脏的？干净的，白色脏脏，没不冲突好不好？不冲突，不是，我还没介绍完我的另外一个枕头。跟你说，这两个是一组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Yes. 你要是躺着觉得，哦，像刚刚一样觉得脖子没有支撑，这个鱼就可以装上去。真的太 amazing 了，你就觉得脖子很好靠。哇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可以装上去哎、欸！它就是一组的啊。我刚刚还以为你在说、就是、没有，它是一组的。然后你就会觉得哦，腰没有支撑，你就把它往下放在这一格，或是这一格，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完美。嘉欣的骨头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脖子人性化，就是为了要呼应每个来我的房间的客人的需求。然后他们大家都会躺在长脏区，就是陈如君。你知道我那天跟陈如君就是我们一晚上，因为我们都很累，我们就逛街，然后我们就一人就是躺两个人挤在这里，然后因为太累了，然后就睡到早上。你好，一只 Hello Kitty， 但是不是我爱的，这是别人送我，我只又是那个吗？哦哦。那还是不要说是谁送的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都不认识。这里还是 Hello Kitty， 还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粘头发。这个就是当你在读觉得哦腰没有支撑的时候，就是它很好用哦。我要去逛一中街，为了我的5421挑战 ，Go！ 耶、yeah, ，我们在一中街了，超怀念的一中街。走吧，以前。康普社都会来这边玩那叫什么十字路口，对，要环绕一下，我来转圈圈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所以你也不用担心，那我唱红唱红。陈嘉欣，你看他开唱的，我也觉得，而且你还脚超长，而且很鲜，就是地瓜球 get， 噔噔。好，我要去找马嘉欣了。跟吃吗？因为他刚刚已经忍到不能再忍了，他就决定呢要拆开来吃，结果要准备要吃的那一刻，筷子就掉，太可怜了。在我这里，所以他现在就拿我的那一根叉地瓜球叉子跟他的筷子，只是叫你不要边走边吃。哦、oh, 哎、欸。没有录到那一段真的太好笑了啦，可恶！他掉下去的那一刻，我心都碎了。Go go sister！ 要疼！哎，不行，你是肮脏女人。陈嘉欣竟然有床癖耶！你知道吗？我是爱干净的人。他的座位多肮脏。哪有，我很安静好不好，很干净，我只是多了一点零食而已。好，今天就先这样。
明天见，我们明天要去晨跑，耶、yeah! ！陈嘉欣叫我帮他丢垃圾，那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他们的那个地下室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租不错，地下室超酷，那就是可以停机车，那就是他的垃圾桶，哎、欸，丢这个。OK， 来自早午餐。这是墨西哥牛肉沙沙堡，然后这是你的是什么？肉辣酱，辣酱，辣酱，辣酱鸡。那个很像那个草泥饭。我们等下去地堡乐园，临时决定的。也不知道去哪里，要往那边查力达要多久、啊？会不会只有比我的彩虹眷村还要久？可能哦，因为力达都在很远的地方。嗯，好，51分钟。嗯，它的牛肉是我喜欢的那种牛肉，对吧？对吧？是那种真的牛肉，不是那种假牛肉。假的牛肉，对吧？而且还有它那个起司也蛮好吃的。还没吃到起司。而且它的那个面包也蛮好吃的。嗯。啊，看，可以吃吗？你觉得你的好吃啊？好吃。等一下。嗯哦，是脆的，嗯，也有种芥末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芥末，芥末酱，嗯，蜂蜜芥末酱。嘉欣，我们等下去哪？我们要去力宝乐园。我一个小时前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决定的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冲去。Yes， Go！ 哎，你在录影啊？我觉得是那个灯光超美，然后拍不拍？
好吃哦。哇，我的乌骨鸡，给大家看一下鸡肉的部分，很好吃，很嫩，而且汤底很香。我平常不怎么吃鸡肉的人，我觉得真的好吃。这个部分完蛋完蛋了，钱包吗？